成果。应该说我们这是一次成功的和惠特学院的合作。今天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非常的激动，我看到你们拿到证书，证明你们学有所成。 OK, today we come here and to celebrate this closing ceremony, and I myself feel excited together with all the students. Want to see every student get your certificate. 我们还要感谢惠特学院所有的老师们为我们精心设计的课程以及严谨的那么教学风格。在此呢，我想把掌声，热烈的掌声送给惠特学院的全体老师。成为具有国际化视野、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成为国家的栋梁。Okay, I also wish all the students to have to open your mind to accept what we se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nd you should have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And this is. 就给学校是吧？对啊，送给校长吧，啊，送学校吧。对，咱们一块儿送一下。你上去给那个校长，对，送一下，让校长接一下。对，不就不是那个吗？不是黑色的，那是绿的吧？那个已经写了，还是别还是写什么？哎，就给那个学校嘛，还有什么？没有了，没有描了，不用描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要不要写这个了？不用写了，不用。吉祥的不用。那吉祥要写，要写。吉祥牡丹，吉祥牡丹。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